从去年的婚姻平权的这个法案，我们七四八的专法通过之后，一直到今年，是通过之后的这个第一年的一周年了。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一起出席，其实要告诉大家，婚姻平权法案通过并不会是平权运动的终点。婚姻平权法案的通过并不会是平权运动的终点。那从最近这一阵子，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讨论。其实也代表了台湾社会距离真正的平权还有一段距离，还有一个努力的空间。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带领所有的党公职，大家在这里也是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公职的身份，或是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面，能够尽可能的推出平权，尽可能的让大家认知到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的朋友，他们期待未来他们处在一个没有歧视而且可以被理解的环境。其实在中华民国，现在同志婚姻既然已经合法化，我长年以来我一直都在教导执法人员的。那么因此啊，这在一个在亚洲来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。所以我也今天我也很勇敢的站出来，不是很勇敢，而是很乐意的站出来。